现在距离我的考试周最后一个任务结束还有24小时。那一般根据惯例，就是每一次的这个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，剪辑室的人都是最多的。然后前几天还只有我们一两个人，今天已经来了5个人了。然后这是跟我们一起剪片子的刘老师，刘老师来自东北，然后这学期一直在跟我们一起上课。试一下啊，补补身体吧。准备今天熬夜啊，补补身体，今天可能要熬夜了。然后我觉得文科生的考试周跟理科生真的好不一样。以前是一名理科生的时候，考试周就不停地在做题，然后复习试卷啊，然后就是考试。然后现在做文科生就是要写论文、剪片子。现在我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要剪一个片子。其实我已经剪了4天了，今天是第4天来这儿。但是第一天的时候主要就是在紧张的玩手机，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是紧张的浏览素材。第三天的时候就是紧张的搭个框架，现在第4天了，明天就要交了，然后实在是不得不剪了。咱们争取都剪到5分钟以内，这样咱们可以那个明天结束之后问一下，那咱们比如说那儿是不是得找个地方，比如说聚个餐什么的。把我的框架看一次，再看一下怎么样缩短到8分钟。我本来都做好熬夜的打算，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，手速比较快，然后现在基本已经剪完了。我想先开开心心的订个外卖，然后订外卖吃完以后就再把字幕加上去，然后今天就可以愉快的回宿舍看综艺了。现在我要出门打个水。剪辑室我来了。嗨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拍 vlog， 就拍自己的生活视频。你在干嘛？在挠腿。这是我的师兄，跟我同一个导师的。我应该和我说你好呢，还是大家好？都可以。你来个做什么？我来。人民群华不在楼下吗？我来上面放放空气。外卖来了，喂，肚子太饿了，我剪的时候不知道饿，剪完了饿死了。正好，你好，我是2199，对，谢谢，哈哈哈哈，好开心，老师好。我在拍那个生活视频，谢谢老师。我是这个2013年中好声音的冠军，可能是我们家里面做饭的冠军吧。我特别喜欢这一段。我们家洗碗冠军，洗碗。我是我们家洗衣服冠军，我特别愿意洗衣服，我特别愿意洗碗，我特别愿意做饭。那咱们过吧。原味觉醒的那个鸡腿饭套餐，
挣扎了好久，我终于把字幕给加完了，再改一下我就可以导出了，我就可以放寒假了，好开心！加油，雪芬！又只有七分半了，不是八分钟了吗？怎么又七分半了？我先走了，拜拜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所以今天回去就早点睡吧，大家晚安。需要从海淀坐地铁到丰台，然后就是要坐20个站的地铁，所以现在我已经出门了。好，桥站到了 ，We are ready。下车啦，下车啦。然后这个物理老师是景山中学的一个资历很深的物理老师。然后他也给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小孩上过课什么的，但他教物理呢，他不是就是单纯的跟你讲这个题怎么解，他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教育方法，就他认为可能很多孩子他们成绩不好，不是说他们的天赋不够，智商不够，而是因为可能有时候学习的方法不太对，或者心态不太好，然后没有这个学习的动力什么的，所以就是他也到全国各地去巡讲，然后就会讲他这个理念，然后也是辅导过很多的学生吧。我呢是因为之前也做了一些关于教育的项目，然后我也在很多地方给那个中学生有做过辅导嘛，就相信我的好多粉丝都是步步高来的学弟学妹，然后所以我是今天跟一个朋友去跟他取取经，然后那个朋友就是他一会儿到，现在是9点，我在这等他一会儿吧，我们约的是9:30，然后今天没有算好时间，所以提前来了一会儿。我决定要找一个地方喝咖啡，因为太冷了，在外面等。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了这里有一个茶室，就是这个黄色招牌的。然后我想想看怎么上去哈。茶室没有开门，难道我要去海澜之家吗？或者是国酒茅台？去哪里好呢？哦，看到了一个便利店，感人，那就去那里吧，全食便利店。我现在在便利店坐着等他一下，然后看看电脑什么的，也给自己买了一点早餐，买了一个八宝粥跟一个豆浆，然后在这等一下吧。然后我之前几天看到弹幕里有人说我怎么那么喜欢喝水，我就是喜欢喝水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吃货，但是如果光吃东西的话我就会觉得会胖，所以我只能靠喝一些饮料来这个满足自己。我现在在浏览我的 B 站的主页，因为其实我是上个月才开 B 站的，然后觉得 B 站还蛮有趣的，就学会了一些新鲜的词汇，比如说什么三连，然后打天下，虽然我现在还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三连，所以是点赞、关注加收藏呢，还是点赞、关注加评论呢？然后打天下就还没有人回答我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呢。我朋友来了，然后我现在找他。没有想到我刚看到那个上品茶楼，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见面的地方。你吃早餐了吗？是。啊，我还给你买了一个这个。哦，谢谢。这是跟我一起去拜访老师的朋友。今天其实聊完以后，就给我的触动也蛮多的，然后老师也分享了他人生中遇到的很多中学生的例子。刚刚老师还跟我聊到，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失恋的事情，就那时候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，然后我却失恋了。我同桌应该记得很清楚，我就是天天吧边抹眼泪边上晚修边写题，然后到最后也是去找了一位老师，他就很鼓励我，他给我一句话叫做说，这个世界还有很大，就是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男人跟女人，所以你在未来的人生中还会遇到很多你可能会喜欢上的人，然后你现在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，你努力的话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是你不努力是一定不会成功的。所以我当时听了他这句话就豁然开朗，再加上那天的天气也特别好，所以当我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就好像一下子
就是心坎里就开明了，就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然后我就知道自己是必须要去努力的，然后为了自己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然后现在距离我下午上课还有2个小时，现在我又要坐20个站地铁回去了。然后一会儿在地铁上打算检查一下自己拍的片子有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剪完之后还没有在电脑上看过。然后对，就算有问题也改不了了，然后只能就这样了。地铁来地铁站一出来就是停车棚，然后我都把车停在这儿。现在我要骑上我的小绿。上一次有个修车老板来跟我说，像我这种小破车才可以骑得更长久，因为不会有人想偷。如果车太好的话，就会有人想要偷了。然后我的手套一般都放在这里。好啦，我要回去啦。学校嘛，就因为我们的地方在五道口，然后男生又特别多，五金。这一块其实在秋天的时候两边都是银杏叶，非常好看的。不过对面那个是法学院，然后这个是逸夫楼材料学院上面写的，这个是建筑学院，经管学院。这是我们的那个清华学堂，然后有很就相当于一个演出的场所吧，有很多活动啊、会议啊、演出啊都会在这办。这是我们的教学楼，三教、四教，然后这条小路进去是五教，然后这个是我上次去的图书馆文图，白天的时候它是这样的。这是我们学院的名称。Hello， 嗨，怎么样？最后了。啊，我是打算拿个东西就走，但现在我可能要给我的片子加一个片尾，就是加上指导老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，对。这个保也挺忙。保一个得十多分钟，是保一个得十多分钟，所以得快一点。我的片子昨天导出来周五是500多兆。对，就是它没有上限，你让我在这再多做一天，我还是可以做的。对，还是可以在这里修修改改的。对，主要现在是没时间了。嗯，我刚导出完，接受一下。我现在跟我同学一起去，就是那个青青快餐买一点汉堡什么的。我一般点那个清香鱼汉堡或者板烧鸡腿堡套餐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还需要别的吗？可乐去冰，谢谢。在这吃吗？在这吃。来，你好。好快啊，谢谢。好。感觉这么小。嗯。我以为比较大。哦，你已经年二了，我以为你跟我们一起上课，就有点。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，我剪完了一个片子，然后拜访了一位老师，还坐了40个站的地铁。现在我就要来到未来的自习室，已经开门了。
后我挺好玩的，对，挺好玩的，挺好玩的。那小伙子把我拍了，把我看了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拍的挺新鲜，是吧？那你们有可以往前坐一点啊？好，可以啊。待会儿他们也真好。然后其实这也是一个新建的剪辑室，但是因为这边教室太大，所以太冷了。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小小的，然后温馨一点的剪辑室。这边是放片子的地方，哇，这屏幕可真大！如果这个屏幕也算大屏幕的话，那就是今天下午就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登上大屏幕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这里重新布置一下，所以我先过去帮个忙，把桌子重新摆一下。我还挺紧张的，因为这屏幕很大，然后我的画质可能会很渣。导演先上来讲一下自己片子拍的是什么，然后呢我们开始放片，放完片以后学委们有问题或者同学们有问题我们再交流一下，然后下一个片。大家好，拍摄的是一名跨性别者，然后他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，他现在在清华大学法学院。我觉得还挺好的，不过我看过程中我一直在好奇，就是你跟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，就是你是怎么获得他的信任的，然后我觉得距离还算比较近。这个人物挺有意思，然后完成度也还不错。有几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比较关注，就是你一开始拍到他宿舍的时候，他们宿舍的人怎么看他？如果我来剪的话，拿到这堆素材，我更愿意以他去那个理发店作为一个开场。谢谢谢谢，我们分账还是去电影院？分的吧，最小的那个是你的，别说了。这太洋气了，感觉有种农村人进城的感觉。我第一次来这儿，很激动。刚栽倒了，我第一次来，很喜欢来这儿。对，这还人又很少，然后价格又比较便宜，然后环境也挺好。对。然后今天是我们导师就是包场请我们看电影，看一个纪录片，是关于创业者的，总共就拍了 Papi 酱，然后罗永浩，还有那个戴威。然后你现在跟老师学好 KY， 你以后进了社会不怕没有人打你，是不是？我小时候不会骑自行车，上高中呢突然需要骑车上学了，买辆自行车直接就上了。那我们现在今天老师包场，然后我们要去看那个燃点，然后是寒假快乐，我们活过来了。没有，我寒假还没开始呢。对，还有我还有论文要写呢。